最亲爱的老公，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是在钱柜，那时候对你的印象是一个胖胖的男生。第二次就听我们的共同好友说，你觉得我唱歌很好听，感谢你的认可。今天是我们的大日子，然后回想起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那时候你对我是毫不在意，当时的我们应该都没有想到我们会有这么美好的一天。我很开心，也很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。你总是把我捧在手心，不是那种公主式的，却是那种无微不至的照顾。谢谢你的善良，你的贴心，呵护着我。他就是很无厘头的个性，这一点很不错。他的个性就是完全没有心机，这样互相包容对方。嗯，因为他坏习惯蛮多的，然后他一回来，衣服穿一次就往上面披，一直披，一直披，披着整个衣架好像椰蛋树一样。然后我是做生意的，我有一句名言，就是货物售出，进不退回。所以请阿伟哦，伟哥好好的爱惜我家的这件珍品。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同心，一起努力，让我们的未来的家更美好。我相信我们都会是彼此最闪亮的那颗星，不管发生任何事都有我在。老公，我爱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愿意付出所有来爱我。我也会用我剩下的时间来好好爱你，不管以后有没有小龙包或小龙女，你都是我心中的第一顺位。我爱你。